像我们是设定一下长度啊，设定长度，比如说设定150毫米，按150，按确定，这里显示长度150，然后我们再设定一下总数，比如说我们要50条，然后50，按确定，然后的话就按开始就可以了哈。现在已经到个数了哈，50个，50个到个数它会自动报警哈。